好嘞，我们上课。汽油，二重汽油，25B 配好，配好之后，水罐，水罐一下。发动机化油器上面有两个铜嘴，大的小的，黑的油管接粗的一个，细的油管接透明的一个。接好之后，按一下一个化油器上面透明气泡，不停的按。就会有油从那个透明管子里出来，一直按到透明管子里没有空气为止，排光化油器里面的空气。这个时候把风门往上打，油门稍微带一点点，拉倒了，把风门往下关。